咱台南市政府即间三月初七到三月初十，要来日本参加东京食品展。我想，这个东京食品展是咱全亚洲地区规模上个大，啊，交易量上个侪，品相也是最多的一个食品展，专业食品展。它也是世界三大食品展之一。即间咱台南市政府带咱有两间的农会、两间的渔会、五间的咱的加工厂，要做来营销咱台南特色农产品，包括咱的王奶，包括咱的山仔。啊，包括咱文旦、咱的乌鱼子、交咱沙巴啦，等这加工品。伫这后疫情时代，嘛希望讲透过市场带队，带领咱台湾这农产产，会当伫日本东京食品店拍出一个好的成绩，来教会我们的农渔民。